当老先生哦来遮等你点外钟啊呢，本来吼我要敲电话给你，叫你较早转来。你这么短时间，这么了解这个囡仔个性，你若是有囡仔，绝对真好讲。刚讲在你的心内，嘉诚永远拢是迄个不修改的歹囡仔。慧君，唔通再跟你来遐咧大声声了。你是惊哄阮妈咪咪，还是惊人唔知你是刘家的女主人？恁爸在跟你讲话，你袂晓笑应者啊？迄查某人哦，是有够戆的啦，啊，拢把家己的翁婿哦当作是天啊，啊，不过有的翁婿哦，唔然唔知影感恩，啊，看到外口搁较水、搁较少年查某人哦，就把家己的某等一边啊。你莫伤心妈啦，伊妈妈住咧因家哦，若是你两个代志变讲，会闹到足大诶。啊，伊是虾米时阵讲的啊？他着拄只嗯。你就这样来骗我？我想来接你下班，咱做伙来吃饭。不过我跟你讲定，明天见。后来我的查某囝都有心啦，高文扬无要提这个囡仔，都骗我的查某囝讲伊要出国，我甲伊放下。我娘做出个歹色的代志，拢是恁爸阿母教出来，我袂用决定掉。我阿甘是位闪电柱摕来哦，伊的拳头母绝对比你的嘴光呢。你若是唔惊土皮，就算是卖讲白菜啦。你袂当安尼私底下用刑，要逼我承认哦。你是想讲我这个老的踮咧遮甲你作作，也是想讲我这个老的伫咧遮甲你添麻烦？阿伯，我即摆来菜市买菜，啊，煮中昼给你吃好不好？哈。没。我甲你保证，我会专心专意对待你，让你幸福快乐。